我们先来打波广告。看舞蹈在只有三场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左上方这边有五千五色嗨翻天的两个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。手机用户点击头顶那颗黄色的爱心，然后电脑用户这个位置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帮我勾一下。麦序一号麦、二号麦的关注点一点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着什么急啊？允许我先吹波牛逼。么么哒，这首歌名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搜一下。咱们现在找个舞蹈跳一跳，然后呢，大家稍安勿躁，稍等，不要着急。你说你们老是这样叫我大脚，嫁不出去赖你啊。来这个吧，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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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会啊，情人节都没人约呢。지금 나에게 왕 말해줘.
现胸大了吗？你们是不是光注意看下面没有看上面啊？我觉得哈，今天的胸变大了，比平时都要大，因为换了一个超显大的内衣，都害怕我的胸太大了，一不小心掉下来。没感觉。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儿出气儿的。累死宝宝了。我们来休息20秒钟，好吧？你的才是 A 呢，不要脸。这还叫大？可以啦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然后咱们把那个大家点一点我的直播室通知，在右下角啊，手机用户点一颗头顶的黄色的爱心。点击麦序1234，这边有两个预约通知，大家都点一点。要什么自行车？这样就行了呗，太大不下垂啊。烦人。下一个，咱们跳什么？再叫我小伙子，我生气了。什么小伙子生气了？是我生气了。我来找个音乐啊，咱们跳那个 Number Nine 啊，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舞蹈，那也跳这个吧，我觉着还行，也别白学了，学了好几天才学会的，跳 Number Nine 啊，乖啊。帮我扣扣6啊，心里心里回直播间再跳吧。
烂你。要不是看你有毛病，我早打你了。哎，还好吧，我觉得我还好吧，其实还行吧，也不能说是那种假小子，毕竟也是前凸后翘的，是不是？别这样似的，大家现在都喜欢温柔类型的，我这样的不要被淘汰了吗？你们开始让我怀疑人生。开麦十分钟你累了三次，那不是用了力气吗？感谢刷礼物的大哥，你叫黑仔哥，谢谢。我又想说累了，在我说的时候想起来你嘲笑我，我又憋回去了。那我们来打个广告吧，我补了，我很瘦的。在我最胖的时候130斤，我胸可大了，现在不是瘦吗？这个位置帮我点个勾啊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一二三四号麦的关注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帮我点一下啊，我没有把他踢出去的权限。Sorry。这个位置有一个五星粉丝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然后大家点一点啊，头顶上有颗黄色爱心，帮我点一点啊，谢谢大家咯 ，Thank you 咯。逼我生气，我就用脚了。公屏左波666，感谢官方给的机会，感谢大家大驾光临。然后咱们跳着跳着就要下去了，谢谢我的小伙伴。我找个音乐啊，咱们快一点。记得点我的直播时通知，笨蛋们。哇塞，为什么一着急的时候音乐找不到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This is the remix.